观众朋友，午安，欢迎下午的2:40收看《就是要赚钱，趋势百分百》，我是晶晶。我们看今天台股大盘的表现，台股在今天开高之后有一点反弹，不过呢，最后还是收高的情况哦。但是中场呢，在这个中间了哦，就盘中的时候呢，在这个一个小时的时候，来到了最高在16946，又是差了54点就要攻17000，但还是没有到17000哦。今天中场上涨了76点，收在16915，成交量呢来到2698.1亿。好，我们看到整个大盘的个股的部分比较特别的是，像是鸿海，大家关注到很久的鸿海哦，今天刚好收在100元关卡，收100块钱。那其他的个股的部分有没有哪一些要特别去留意的？以及我们现在关注到很久的美债，现在的买点呢，今天已经又涨了哦。那未来怎么看？赶快请教我们的专家轮源投顾王信杰分析师，欢迎您。嘿，今天好，各位亲爱的投资者大家好，午安。所以我们看到台股大盘挑战万七又失利，不过呢，整个个股的部分，表现的好像还不错，尤其像是 AI 的部分，在今天还是有一些个股涨跌互现的情形。那在美债 ETF 的部分呢，我们可以怎么去看它呢？好，我想第一个针对整个美债 ETF， 我记得昨天因为收到所谓穆迪一个调降调降展望，还不是平等哦，只是把整个所谓一个稳定调成一个负向的一个展望，仍然维持一个3A 的一个什么一个非常一个优质的一个等级的情况之下，那昨天整个美债因此短线一个拉回过程当中，我相信我们也很清楚告诉大家，拉回你是要找买点，分批逢低承接。那你说怎么买？大概是怎么买？我想我们不仅在前几天节目中的提醒，要给大家一个操作建议，待会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会给大家做个操作建议。那我个人看法没有改变啊，做过这次美债的一个这次美债 ETF 的低点，你最少再等8到10年再说。甚至你看相隔上一次这种价位，已经隔了16、17年了。对。对啊，你一辈子，我坦白讲，你能等到几次这种相对低点？所以我们说，有很多人说做股票，其实股债都一样，时机财。你在什么任何的股票是债券都一样，你要在对的时机，对不对？然后所谓的对的时机去买，你才赚得到波段大钱。那何谓叫做在对的时机？那就是股价在相对便宜的时候嘛，这才对，你才赚得到钱嘛。那你包含你说在个股的部分也是一样啊。你说谈到 AI， 一个机会，也许第一次最好的出手时机，可能在今年的一个6、7月的时候，那时候的 AI 的一个什么喷出飙涨，大家都在炒梦。那是这第一个机会。但是你如果说等到涨上去了，你在今年的7月底、8月、9月、10月，过去这3个多月以来，你任何时候去买 AI， 我相信90%的，不能说全部，少数几档 AI 族群还在创新高之外，但是90%的 AI 族群，其实这一波的跌幅，跌幅都是非常的一个重的。对，那说你看你在之前这个就一个机会嘛，那你如果回过来你说你短期间你要买 AI 的。那会不会现在是一个好的时机点？对啊，你看这个月到今天11月14号，这个月还过不到一半，我们计价已经赚了2趟价差的，对，对不对？现在220几，天天让你有，天天让你躺着买，你不买，然后才在3个多月前跟着市场什么一窝蜂的去追350、360、370，甚至380的计价，甚至还在整个一个月前哦，9月底10月初还在跟着市场在280、290、300附近。去抢技嘉的跌升反弹，是最后起码跌到接近连线附近220上下，你都不敢买，结果你看220左右去买技嘉，你现在你看我们在赚钱，对，同样道理，不要说除了一个什么美债 ETF， 或者说 AI 的技嘉，你说在整个所谓一个台积电的一个相关的设备概念股，或是说也不要说台积电了，就是说半导体的相关概念股，隐微。有没有让你脱颖而出？真的是脱颖而出、哦。对啊，你看短短3天，上礼拜五我在节目中跟你讲完，是对我还上礼拜五公开节目，你看我上礼拜五的节目，你去看，11月10号的节目嘛，对，你去看我在节目当中，我有没有公开告诉你我们家族成员当天进场？有，对不对？我说如果你资金水位大的，你可以跟上车。是，那你看你11月10号下去买，请问昨天早盘还有没有差不多的价位250几让你买？一定有，昨天还有65几让你买啊。是，对不对？那你看昨天涨了20几块，今天又涨了大概20块左右，3天652到694，我也不要说买到最低，我是652还不是当天最低，也不要说卖，今天最高695，对不对？694、42块，3天一张赚42000，给你扣掉手续费，你也赚个3万多块吧？对，对不对？一张就赚快像42000，对不对？那买个2张你就赚8万，你买个10张资金水位稍微大的。如果你几百万在操作，买个5张到10张，
说真的，20万到40万，三天立马手到擒来，又可以轻松放在口袋，好，随时在等待下一档，或者因为如果有拉回的时候，搞不好我们又会怎么样，再出手再做一次，对不对？这是我们个人看法。那针对着大盘加权指数，我想就不用多讲。最主要万七上下震荡，第一个先看今晚美国的一个公布的一个10月 CPI。是。但是我看到整个今天的美债 ETF 的一个开低走高拉上来的过程当中，美债 ETF 今天之所以开低走高，应该是可能在整个现在的美债的一个期货盘是一个拉回的，那个美债的一个殖利率的期货盘可能是拉回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因为我没有再去看太多的那种期货盘，第二个就猜测嘛，除非是今天太多人去抢了。抢台湾的，我们台湾人自己去抢嘛，但是我觉得这个几率不是那么大。你可以抢到涨的0.6%上下，然后两倍的涨到1点多%，我觉得这个几率是不大。应该是我看的应该是想的没错，推理的应该是没错。美债的殖利率现在在整个盘后的期货盘应该是至少有稍微做拉回。那为什么美债的一个殖利率的一个期货盘短今天期货盘有稍微做拉回？我想应该跟这今天晚上公布的10月 CPI。或多或少有点关系，因为市场是预期说可能会荡到剩下3.3%上下附近，也就在创最近这一年多的一个新低。好，那十月份的 CPI 公布完，明天是台指期的结算了。好，那这行情怎么做？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节目中要跟你谈的重点。所以第一个，针对大盘指数不用太多时间多讲。好，当时在10月中下旬就跟你讲，11月份就是整理到11月份。对，我没有说这边直接上去会下来整理到11月，季线11月扣底翻阳，全市场只有我领先市场告诉你，对不对？10月底这根长黑跌到接近连线，跌破16000的时候，我告诉你这边就是打底的，这里就是打底的，而且我又领先市场告诉你，当联准会暂停升息，美国的长期公债殖利率见顶开始回落，股市走末段行情，美债进入长多。你从整个10月31号到今天11月14号，过去这半个月，请问美国的暂停升息的联准会已经连续两次暂停升息了，如果没有意外，下个月的今天，也就是一个月之后，12月14号，应该还是暂停升息。以目前的美国可能要公布的今天晚上要公布的10月 CPI 来看，可能下个月联准会暂停升息几率还是很高。其实这个我想在整个这个月11月2号那一天的鲍尔的会后声明就给你暗示了嘛，纵使12月14号暂停升息，连续三次升息，连续三次暂停升息，都不排除未来还有升息的空间。人家都讲说连续三次暂停升息，就已经鲍尔就暗示什么东西，暗示下个月暂停升息的几率还是高嘛。那你看，当整个联准会确定下个月可能已经在暗示你没什么意外还是暂停升息的情况之下，那美国的长期公债殖利率有没有见顶开始回落？那见顶开始回落，请问最近这几天股市有没有涨？有没有涨？有吧？请问见顶回落，对不对？见顶回落，美债有没有涨？有没有开始要进入长多？是，对不对？你看，已经短短几天已经涨9%了。你看最近这两个月，那时候破底，大家人人在骂、啊，不要说骂，在怕的时候。对，那个好像那个大家在担心害怕的时候，全市场那个每天报章媒体杂志，或者你每天早上一觉醒来，就像我一样，美国公债殖利率创16年新高，美债又破底，讲得很可怕，很恐慌害怕。结果你回过来，原来那些都是现在会当作一则笑话，怎么在低档区才在那恐慌害怕、肃杀气氛那么重，对不对？每天在讲。美国公债殖利率创新高，美债再破底，美债再破底，美债又创今年新低。今年什么好负报酬的是在美债的一个部分。当你在那边抢人家负报酬的时候，人家今天回过来已经这个月还没才过一半，已经涨9%了，是，对不对？当过去这段时间，甚至还很多人就说，你看还在比到底要买长债还是买短债好，有没有？很多人就说，你看拿今年过去10月以前的来比，说今年买短债你是赚钱的，为什么？你光顶那个报酬率当然是正的啊，对不对？买长债今年到目前为止是负的，但是你要想说，我可不是今年初叫你买到现在呀，对不对？我是最近这两个月逢低叫你买呀，对不对？那最近这两个月逢低分批逢低买有没有赚钱？我相信这个都不用讲了嘛，目前在这边啊，如果你说今天收小，目前在这边啊，也在这边来回过来看，差没多少了。你最近这两个月，你只要分批逢低买的，赚多赚少都是赚啊，
对，我可不是从年初叫你买到现在哦，对不对？你自己很清楚，这我都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那你说谈到长债跟短债部分，对不对？其实我还是会跟你讲啊，你买短债者，人家心里有数，你就是好像在摆定存了、啊，当然绝对比定存好了，定存一点多趴啦，台币定存一点多趴啦。好，按你说美金定存，好、哦，大概是5%多啊。但是你要想说，你买美金定存，好、哦，你要考虑现在虽然利率是5%，但是现在美元指数也是在比较高档区，你不要过个几年。你如果说做短可以，哦，我个人看法是你美元定存的做短可以，嗯，但是你中长期下去，我怕的是你明年过后，你会怎样？你会赚利息赔回差。对不对？因为你知道联准会已经不太会升息了，哦，联准会再升息已经没什么升息空间，而且明年，大概以目前来看，没什么意外，当没什么意外的话，明年联准会要降息了。那如果明年联准会降息，是代表什么意思？第一个，你美元的定存利息要怎样？要开始下来了，哦，现在有5%多，也许明年升4%，后年之后可能升3%或2%了。你美元的定存利息要开始往下了，那但是你美元的定期往下。你说哎，我至少有4%、3%、2%，还是比台币的定存1%好。但是你有想到，如果当台币跟美元的汇差缩小，那个利差缩小，利差缩小，你美元还涨得上去吗？你美元涨得上去吗？你到时候就跟美元定存，你不要短线可以，但是中长期你不要到时候赚利息赔汇差，哦，不要赚利息赔汇差。那你同谈到一个短债部分也是一样，你这个就是固定赚利息而已啊。但是也许。现在以前、哦、我说今日以前也许、哦、短债的投资报酬率稍微优于长债、哦、但并不代表你现在从现在以后你去买短债比较好啊。我们不要说嘛，如果过去两个月来讲，今年以前买短债比较好，如果过去这两个月，请问买短债比较赚钱还是买长债？你自己看嘛，你去拿短债来比嘛，你短债最近这两个月，最近这一两个月有9%的投资报酬率吗？绝对没有啦，绝对没有了，你过去两个月短债绝对没有这种投资报酬率的，对不对？那你看了，如果明年降息之后呢？如果明年联准会开始降息呢？一定是这个投资报酬率，长债投资报酬率高了。所以我为什么常常看到很多的一些专家或所谓的一个网络达人们在跟你讲说，哦，买到底是要买长债还是买短债？很多人都用过去的投资报酬率。跟你讲哦，过去今年到现在为止买短债赚的比较多，所以你还是要买短债比较好。过去不代表明年啊，但是大家都 这句话都会讲啊，过去不代表未来啊，对不对？今年短债比较好，并不代表明年短债会赚的比长债多，但是还是会赚，因为短债还是会赚。可是我就告诉你，你只要降息对它都没有关系啊，没有什么帮助啊。好、哦，如果你觉得明年降息，联准会降息的几率高，你还是要看的是长债，我个人没有看吧。啊，你之所以不要，你要长债同时有暂停升息都 OK 啦。我是这个人比较懒得麻烦，每一届都给你拼大赌的。哦，我就是跟你买长债，我个人就买长债，尤其现在这种价位，现在让美国的20年期公债殖利率在5%上下，我不买长债，我要跟你买短债干嘛？那为什么这么讲呢？哦，大盘指数就不多讲了。哦，弯期这边短线随时会震荡，你大概在明天台指期结算完之后，可能会在高档做个震荡。哦，尤其你看这两天台积电都是开高走低哦，哦，台积电这个今礼拜昨天的多方缺口，到时候你看会不会来回撤或回补？那台积电如果昨天的多方缺口会下来回撤或回补，那大盘指数应该随时会有收黑整理的时候。懂。哦，随时会有收黑整理，但是就算大盘指数短线涨多的收黑整理，我没有说行情结束了哦，嗯哼，这是几个月的末段行情哦，光着季线走。走平翻阳，这个就是至少2-3个月了。联准会暂停升息到降息前，要这个末段行情，这个你要把握。这个这张图以前就跟你讲清楚，你去看美国 FED 的利率跟台股的加权走指数月线图，就很看清来看很清楚看得出来，对不对？这一段就是末段行情。那你有发觉最近哦，我不晓得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或者经纪人有没有注意到，包含一些可能国外的专家，他现在都看到我昨这两天看到一篇文章，说现在哦叫做他在说。现在主角叫做债券，美债是主角，是，然后股票叫做是配角，是小咖的。为什么？人家说现在股票的涨跌，不，他讲的不是一天两天，波段的涨跌，看的就是美国长期公债殖利率的脸色。我怎么觉得很熟悉啊？对啊，你看哦，我真的讲没错哦。最近我看到一些
新闻哦，网络上一些报章媒体的新闻哦。我们老师很早就开始跟大家提了，包含华尔街的专家或者美国经济学家都有人讲哦，是今嘛美股叫做配角，现在的主角叫做美债。奇怪呢，我们老师美债的殖利率涨跌。就会关系到股美股现在的点好坏，是那这个你不觉得是我在上个月、啊、一个月前就跟你讲，一个月前就知道了。我说这个不是没的，大家在看以压战争啦，以压冲突啦。那时候老师就提醒了，对不对？我就跟你讲了，你在看以压冲突啊，你在看美国的超级财报之后啦，对对啊，你在看台湾的财报啦，我跟你讲，那个都影响个股了，你就只要看美国的长期公债殖利率。是，起码很多人开始跟着我后面在讲。到十月初的，对我都领先市场告诉你，百分百就可以看到。那再来哦，这张图我再度再点要领先告诉你哦。是，好、哦，这张图就很 mega 上的片哦。除了说，联准会的利率跟台股的加权指数变化，来为什么错过美债这次低点的人，你最少至少再等八到十年，好、哦。啊，再来这个原因，我这个我今天还是在跟你讲，你先想一下这个问题。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办法像昨天多停个几分钟让你思考喽。但是你可以先思考一下，过去二十年来低利率环境比较久，还是高利率停留时间比较长？今嘛打通个的恭喜啊，高利率可能会维持一段长时间，会更长更久。大家要告诉你，你短期间等不到美国联准会降息啊。就算有降也是小幅降啦、嗯哦、拼股票比较快啦，拼短债比较快啦，美债只是赚利息、啊哦、高利率停留时间是比较长嘛，我想历史告诉你，现在其实就是当历史你看完之后，你知道历史怎么样的话，就是我常在讲一句话啊，你是要赌例外，心存侥幸赌例外、哦、你要叫是心存侥幸赌例外，还是叫做那个叫做一个叫心存侥幸赌例外，另外一种心态叫做什么，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没有看到真的美国降息，你不相信会降息、啊哦、没有看到股市会大涨，你不相信从这边会大涨、啊、对，你没有相信怎么样，我跟你讲利率只要拉回股市会涨，对，股票跟利率也可以扯上关系，信假是你也太会扯太会掰了吧、哦、事实就是这样、啊、对，阿罗要不要再讲一下，没有看到隐、哦、威三天涨42块，你不相信隐威会涨人就是这样啦，对啊，这个叫做什么 TK 铁齿啊，不然叫做什么，不见棺材不掉泪嘛，对不对？一定要眼见为凭嘛，等到你眼见为凭都太不及了，东北虎啊，对啊，现在你是要历史再重演还是再重演，来我们再看你一下哦，好，这是联准会的利率跟美国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的变化，好，再来看这边哦，这个是利率哦，利率1、2、3、4、5%哦，那麦瓦锥不要说2%1%，你看这个哦，这边曾经都是多少？你看它下面这个红色线是在1%哦，是在1%哦，是在1%哦。你看1%，下面这是年份哦，哦，2009哎，到2015这几年了、啊，2020到2022哎，这几年呢都算年份的呢。是，你刚才跨在1%一下就要停几年的？嗯，哦，啊，你看之前最高这边是6.5%。6.5%的时间长还短，短啊、你自己看哦。以过去20年单，当然你说哦，停一年，有人说停一年很长啊，没错，停一年很看起来很长啊。拉起来就拉起来，过20几年里面只有一年6.5%，你看是长还是短嘛？嗯，对不对？甚至你说2006年的时候5.25%，也才1年1-2年的时间就没了、啊。是，好、哦，那重点我们时间很有限，因为剩10分钟，我要长话短说的，然后跨3%的以后。好、哦，我要跟你讲2%、1%、3%，3%是那个谁，联准会常讲的中位数嘛，他的什么中，他的什么中性利率、啊，中性水准，利率水准嘛，是是，他的中性利率存了3%嘛，来，咱跟你讲人比较加，是这样可以吧？这样叫做3%嘛，真的。好、哦，其实你刚刚这样，我再点到这边，你们发觉一件事情，就算每一次哦，你再眯一下哦，哦，这张图你有没有看到这边？这里我指的我指的你可能看不到，我稍微图标拉过，这里跟这里有啊、这里你待会看一下这边，各头上你等一下看一下这边、还有这里，就2005年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就算利率来到5%以上，停留时间长还短，你可以自己看、啊、利率来到5%以上，停留时间长还短，可能一年，都顶多一年左右而已，哦，所以都不会很长。好，那我们现在重点的这是叫3%，你看美国的十年期公债。是蓝色的这一条，对，你可以看过去20几年来，大部分时间是在3%以下，好，美债的，美国的公债殖利率十年期的
你看长时间是在3%以上还是以下？嗯，好，绝对是以下比较多嘛。是。好，那既然你都已经知道说，哦，原来长期间是在3%以下的几率比较高的话，那我们就回过来一句话嘛，如果现在是在5%。嗯，以后告诉你，大部分时间5%以上的是停留时间短，很短。然后3%以下，甚至到1%以下停留的时间长。是。然后我们猛尼，你今晚要赌哪一边嘛？当然。今晚是5%以上啊，5%，阿来哥5%的时间短啊，那你是5%的时候站在买方？对。对不对？3%或1%，1到3%的时间长，你在5%，在美债 ETF 5%，美国的公债殖利率5%，你去买它，你顶多短套时间是。顶多短套的时间短嘛，或是打底的时间短啊，你最后未来几年你都是要大赚钱的、啊，好、哦，那你说如果从现在5%荡到3%，投资报酬率多少？啊，我们回过来投资方会问啊，啊，为什么每次来到5%的时间都很短？你不觉得现在你去看很多的那个报纸那个社论啊，或是什么很多的经济学家都有跟你在讲的、啊，或是华尔街的一些分析师啊，5%以上。借贷成本一定过高，加速经济衰退。你要想啊，美国公债都5%，你钱摆在美国银行定存5%，没错吧？美国利率像5%，钱摆在银行定存5%，你钱借给美国政府5%，收他5%利息，啊，民间借贷不用7到10%。嗯哼，投资者就想个7到10%，你起码跌台湾7到10%的一个利率，你看台湾会倒未？你看台湾经济，台湾会不会泡沫？经济会不会泡沫？7到10%的话呢？你的房贷去缴7%看看，你去跟银行借钱，你企业之间借钱就是10%，你看你撑得住还撑不住嘛？可能大家会把房子卖掉。我想短期间或许还可以的，但是我现在长期间一定撑不住，已经撑不住了，对不对？甚至我跟你讲，你现在的那美国的薪资的成长的幅度，都比那个贷款的那个利率那个还。低很多，低很多。对啊，人家有讲啊，美国的薪资成长一年成长4%了。嗯嗯。我美国，我现在贷款7%了。真的。我赚的钱不够。不够，对啊，已经死亡交叉了。我美国人民大部分人民的赚的钱的薪资的成长幅度已经不够利息的什么那个什么的利率的一个高度那个利率的幅度的。对。你看美国人民能不能撑得住嘛？所以我为什么跟你讲，历史就是这样，6%、5%最后都崩盘了。真的啊？为什么会崩盘啊？就是经济衰退，股市大跌嘛。对，所以回过来你就知道为什么会跟你讲这句话：高利率绝对停留时间是有限的。嗯，所以为什么常常在跟你讲英雄比气长啊？我起码是看你5%以上，你是美国经济撑得久，撑得久，还是我美债，我在5%以下去买逢低买美债赚，最后会赚大钱？这就看见仁见智啊。啊，那边看一天两天的我没意见啊。那你看股票，人家跟我先讲是你讲的是比较中长期。级的投资，我拍谁？我没有一个耐心，我没耐心等，啊，没耐心等要赚快钱的，我没有说每档股票都叫中长期，而且三天四十二块你也不爱谈，对不对？这不是短线吗？三天四十二块，哇，对不对？啊，你讲这600几、600几块，啊，这200块、20万的买去吧？对啊，啊，这个月半个月不到37块价差。重点是还有第三次买点哦。对啊，20几万赚3万多啊。嗯，对不对？你要有短线的，你要有短波段的，你要有中长期投资的。是，我跟你讲，都帮你量身打造好，就看每个人一个投资属性了。所以其实谈了这么多，我们刚刚讲3%嘛，那你说我现在买美债 ETF 啊，如果真的利率哪一天至少回到3%或以下，我可以赚多少钱？这些好都帮你算好的，以国债美债，国泰。20美债为例啊，基本上可能国泰20美债的 ETF 的一个经理都要非常感谢我，真的经常都帮打他来当借，让他来当例子。欸、搞不好过两天那个富邦或群亚来打电话来找我了，换、欸、一家，是表示你换一家来分析嘛？我刚才跟老师开玩笑说，那个配息的时间都不一样，对呀、啊，你可以月月有配息这样，对呀、啊。对哦，3%，你至少投资报酬率就3成起跳，是，还没有包含每期配息。嗯，好、哦，这个讲到这边就不多讲。那你说就是说美债一堆啊，你现在重点是怎么买？嗯哼，对，怎么买？有人说啊，到底现在这样要买1倍好还是买2倍？嗯，好、哦，你有问题来问我。啊，我前面除了国泰美债，就刚刚经济有提到啊，有没有办法月月配？我
国泰美债怎么分比例？明年开始36:92，是是。那可不可以搭配元大美债？可以哦。那个叫什么2580？二五八十。那不会再找一支1470的？对对啊，那这样我就每个月都有利息可以领。买三档美债 ETF， 是每个月领利息。是啊是啊，但比重怎么抓？跟着有办法哦，真的哦。买三档 ETF 美债 ETF， 月月领利息。对啊。有兴趣你自己来问我，对，赶快问老师，就不多讲。好，那谈到一个那个所谓的一个 AI 的部分，我想之前在高档啊，人人喊好，只有跟你讲要小心了。嗯，所以有时候你会发觉，我都讲在前面，事后等你认同的时候，很多人都已经来不及都套牢了。哦，能够每次都领先跟你分析预告未来的，我相信全市场只有做得到。这也就是为什么信小师我讲短期指标不是我不懂，卖短期不是我也不行。不会卖，那是不屑卖软体啦。因为我跟讲，这样讲白一点就是这样。那软体指标就很简单，看图说故事永远对啊。啊，今天涨就说做多啊，明天跌就说要看空啊。软体指标就是这样啊。这个没有什么，我个人的看法是，软体指标就没有什么技术性可言啊，没有所谓的挑战性，没有挑战性就没有所谓的当分析师的成就感嘛，分析对的成就感啊。我讲白一点，真的就是这样。那、啊、你回过来哈，谈话短说回过来就是说，在整个 AI， 我在高档都叫你小心。那我你看之前你在追 AI， 我叫你买华通，对吧？等到华通大涨，我昨天60块上不跟你讲，你不要乱追的。华通60块上真的不要乱追，哦。之后400多块跟你讲被动元件，是不是？涨到500多，大家就讲哎，被动元件调工今天拉回幅度不小哦。那什么华新科、国巨今天都是跌幅都算重哦。对不对？我都跟你讲啊，啊，你等到现在去买被动元件，你被探几块，对吧？啊，你看你这个月你买被动元件，你去看你买国巨，就算前两天有稍微创新高，可是今天一回档，你可能又回到你成本价。对，华新科你可能前几天看它创新高，是，可是它创新高赚一些小钱你不卖，好像今天一根长黑下来又回到你的成本价了，对，对不对？那代表你这个月你去买被动元件的，你可能到现在好像还在做白工。对，可是你看，我在8月份你在追 AI， 我就说，我就讲了嘛，现最近会跟你分析推荐，叫你买被动元件的，包括一些有台的那个网上那些网那个有台晚上的那个财经节目都一样，那个来宾推荐被动元件，八月份怎么没人要推荐被动元件？真的啊，八月份你跨项没敢讲被动元件，八月份打钢皮的 AI， 对吧？八月份你看哪个节目每天都是在讲 AI。我在跟你讲被动元件，我在跟你讲华通，华通可能昨天就有人讲了，那、昨天一讲华通，今天就大跌了，对不对？什么都一日而已。啊，你看国巨被动元件，我在低档告诉你，这个你都很清楚知道。十月份，哦，那时候跟你讲，叫你不要追，买记忆体，对，微钢。啊，你看你从10月18号到今天为止，我们不能说你买微钢就一定错了，你赚多少钱嘛？10月18号我卖掉的，好，我没有，我也没有说我卖到最高啊。你从10月18号到今天11月14号，一个月时间过去，请问你微钢赚多少钱？请问从10月18号到今天为止，你被动元件赚多少钱？可以这样子比吧？对啊，你一个月过去了嘛，我卖掉微钢之后，你被动元件赚多少？你买微钢赚多少钱？所以同一只股票做的时间跟做的时间点都不一样。你买被动元件赚多少钱？但是呢，很重要。我那时候。从10月18到你等了快半个月，我开始叫你买机架，对不对？210几，220开始跟你讲买机架，第一趟18块，对不对？第一趟十八，是不 是？第二趟下来又告诉你们，哦，财报利空破底，我还共享利空出尽，是要买，对不对？上来，对不对？对，这个我都跟你分析过了，连线附近要买。这个举过汉磊的例子，季线到年线到季线反弹到季线，长荣碰到年线反弹到季线，台积电碰到年线再拉右肩，这个我都跟你分析过的。结果上海有没有价差？215到234，又37块价差，对不对？你看，这个就是他十月份你在抢什么？你在抢伟创，是，对不对？你在怎么抢技嘉？我叫你买微钢，可是微钢我卖掉的，你现在在记忆体，我再跟你讲，我回过来我跟你讲买 AI，
哇 ，AI 又赚完37块的，嗯，技嘉又赚完37块的。我说真的，你还没赚钱，你买威刚还买了一个月还不会赚钱呢。嗯，对，而且吐回去，然后你看下来，对，我又叫你买，哎，今天收多少？229，好像229、230嘛。今天229。29啊，嗯，你看这两天都有低卡，那你买哦。有哦，今天啊，你不要哪天又上去了，你又后悔。嗯，拉回没跟我买，好啊，你这两天震荡拉回，你没有上车的人一样，因为这是人性，黑不敢买。涨就想追，是第三次买点、哦、如果这两天你还有震荡，这第三次买点你想把握住的了，你可以打电话进来找我。那你看，除了整个技嘉之外，隐威，嗯，对不对？那时候我们跟他连线附近买，对，这655几吧，哦，可以吧？655几、嗯，可以吧？是不是655几？是，对不对？价钱就在这边啊，价钱就在这边啊，对不对？昨天那670了，嗯，今天690了，就是这紧。真的就是这么快，没跟到，没有说信假师，我一定要买美债 ETF 中长期稳、嗯嗯、保，你要稳健赚大钱的，定存到期的，定存解约的可以买美债 ETF。好、哦，你要快的，我有技嘉短线价差操作、嗯；你要快的，我有隐威第二。好、嗯哦，所以当隐威短线、哦，因为为什么这边来到这边可能会震？我今天有做一些获利调节，好、哦，我今天有做一些获利调节。因为这边碰到半年线可能会震、嗯哦、但是如果有拉回，也许隐威的第二次买点、嗯、你要不要跟上车，你要不要跟上、哦啊、或者如果说除了这个比较高价的，另外一档中低价的电子股、哦、另外一档中低价的电子股、哦嗯、我随时也要进场的、哦 okay. 哦、有兴趣的投资朋友欢迎你可以跟我们线上粉保持联络，好不好？谢谢大家。好的，老师都已经帮大家准备好钻石了，钻石在哪里？你要不要捡起来呢？赶快请教专家，明天下午的2:40，也请你持续锁定趋势百分百。我们再回来，拜拜。